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种果农常用于拉果树枝条的一种拉枝节的打法，所以又叫做果农扣。首先，我们将右侧副绳搭在左侧的主绳上，然后将左侧的主绳向下折一个绳圈，再将右侧副绳绕过主绳折双，穿过左侧绳圈，这样收紧主绳即可。大家看，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固定绳圈，可以有效保护我们的果树枝条啊。还有另外一种简便的打法，大家看啊，同样的方法，这样，右侧副绳搭在左侧主绳上，然后右手夹住左侧的主绳，这样转一圈，形成一个绳饵，然后再将左侧的副绳，这样。从这个绳饵掏出，这样收紧即可。大家看，这样一个简单快速的啊拉枝节就打好了，解开非常的方便啊。拉副绳绳头，这样可以轻松的解开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，我前面还有很多种绳结类视频教程。